你觉得咱们还是加过一次吧。你干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。试一下。其实你要再保证这个就是胳膊的这块的紧张度，就是用这块去打的。啊！这怎么这么红啊？ 要不我们两个一组吧？把组名都报一下。李寻、江星驰。谁要跟你一组呀？不想比比吗？其实你不用跟江星驰比，人家是国家二级运动员。看来你很崇拜他呀。不是，但人家天赋点就打在这里了。点在哪儿？脸在哪儿？啊？下次再敢乱聊试试。我哪里乱聊了？方主要组织了个小联谊。 课代表也去。朱韵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朱韵，上车。赶快坐。 别喝这个了，您这边更难受。我给你买白水。来，吐出来就好了。水凉，水凉。把衣服还给江星驰。 让他自己写。不好吧？毕竟我吐了他一身。谁让他这么不长眼？连我们班小白菜都敢拱。谁是小白菜？我发小这几天在这里办画展，请我去看。不去。我发小很厉害的。你打扮了。 去看我发小的画展，你穿什么骚包干嘛？不过我跟他从小就认识，小时候还老跟着他玩，都没有觉得他这么厉害。长得跟你完全不是一个类型。那他是什么类型啊？媒体都说他是天才画家。天才怎么了？我还是高考第一呢。